阿 Sir， 你今日杀青有啲咩感想？唔舍得咯。但有冇少少开心咧？都有开心嘅，因为终于完成咗一个作品啊嘛。但系唔舍得咯。唔好喊啦。未喊嘅。系咯，唔舍得咯，唔舍得SNK 嗰啲小朋友咯，又唔舍得，唔舍得 Man 姐咯。寫得好多 crew 咯，台前幕後咯，因為好多年冇合作，又見翻嘅嘛，監製啊、導演啊，係冇辦法啫，拍完啦。多謝大家收看今晚的六點半新聞報導，我是你的主播文慧心，再見。這個跟劇情是完全沒關係的 ，OK？ 快嚟快嚟，佢點啊你？逼我啊！依家執喂，我想由依度淡，你俾我淡。